女宇航员明明已经在太空站爆炸中离奇丧生，可是这一刻，女儿竟在地球上看到了她。而这个宇宙，我们暂且称为 B 宇宙。B 宇宙的丽丝看到已经被抛弃在太空站的妈妈再次出现，顿时激动不已。她连忙呼唤着妈妈的名字，走出小屋。与此同时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，穿越来到 C 宇宙的 B 宇宙，安娜竟也听到了B宇宙女儿的呼唤：“妈妈。” 可是当他回头看去，那里却空空荡荡。可是思念母亲的丽丝却转身回去穿上一件棉袄，无疑她要去找妈妈。可就在丽丝走出的时候，安娜耳边也响起一阵脚步声，无疑他们刚刚就在平行宇宙擦肩而过。 而就在 B 宇宙的丽丝离开时，身处 C 宇宙的 B 宇宙安娜也与 C 宇宙的女儿听起太空站爆炸前的录音。丽丝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，他们当时不是用的瑞典语交谈，可是安娜分明记得自己教过自己的女儿丽丝瑞典语，可是却得到 C 宇宙丽丝的否认。丽丝还说，当时你和我说你们在太空站做冷原子实验，可是安娜一听也顿时蒙圈，自己在回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一项实验。不过自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那是一项物理学的量子实验，主要是用来捕捉量子叠加形态，也就是指一件东西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。丽丝当即蒙圈，接着她再次拿出另一个。 磁带，这是2021年10月15日的安娜当即明白那是事故发生一天后，可是里面的录音却居然是本来已经挂掉的老黑的，内容却是老黑不愿意将安娜的尸体运回来。 安娜顿时大惊地关掉了仪器，而后她说：“或许他们不该听这些。”接着她慌张地收起来冷原子仪器，可是丽丝却忽然叫住了她，她问安娜：“你觉得我和以前一样吗？”看到妈妈不理解的样子，丽丝再次强调：“Am I your right？” 这一刻，安娜忽然泪流满面。或许她也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穿越到了平行宇宙，只是她还不愿意承认。与此同时，在小木屋几室里外，三辆警车正在飞速前行，而里面正是丈夫马格斯以及安德烈还有奈斯的亨利，而他们此来却是为了抓捕安娜而后交给白姐处理。而另一边的安娜却连忙将冷原子实验装置带出来，而后小心地在杂物间里放下。可就在此刻，一道声音传来。 那是 B 宇宙的丽丝，她发现自己迷路了，而听到声音后，身处 C 宇宙的安娜也顿时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，她连忙着急地冲回来，而后怔怔地注视了一眼睡着的 C 宙丽丝后，安娜转身离开了房间。与此同时 ，B 宇宙丽丝的声音再次传来，下一刻，丽丝摔倒在地上，可是就在她再次站起身却看到了远处的一盏灯光，她连忙走去，却发现这居然就是自己家的小木屋。难道自己误打误撞又回来了吗？可当她靠近后仔细地打量，却发现这个小木屋的窗玻璃都破了，虽然明显和自己来的时候不一样，她还是站上板凳，却不料钥匙居然还在里面。可当她打开门，却发现。 里面还有一个活着的猫咪。接着他看到了两个人抬着魔鬼的画像，而这幅画却明显和自己家的不一样了。接着他发现小木屋早已破败不堪，随着冷意袭来，他踏着满地的积雪，缓缓迈上楼梯，嘴里还一遍遍地喊着妈妈的名字，可是却没有得到一点回应。接着他看到了那唯一似乎暖和的地方，那是一个柜子，于是他将自己的项链放到把手上，可是就在他进去的一瞬间，门忽然就这么关上了。 紧接着 ，B 宇宙的丽丝惊恐地发现自己怎么也打不开了柜子。与此同时，身处 C 宇宙的 B 宇宙安娜已经来到这里。下一刻，她打开了柜门。 第一集熟悉的情节上演 ，B 宇宙的安娜找到了真正的女儿，她将 B 宇宙的丽丝背回来 C 宇宙，而后她闻过女儿的味道，终于确认这就是自己的女儿。为了驱赶寒冷，她给她洗了热水澡。可是就在此时，热水突然没了，她丢下 B 宇宙的丽丝去寻找热水。可是就在那一瞬间，她看到了两个女儿 ，B 宙丽丝和 C 宙丽丝同时出现在了 B 宙的安娜眼前。可是安娜忽然眼睛部位疼痛不已，妈妈。 等她缓过来后，正要前往查看女儿的情况，却忽然被 C 宙的丽丝拦住。妈咪。 下一刻 ，B 宇宙的丽丝眼中一切都消失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Alice，I'm here，I'm here。她连忙告诉父亲自己看到的一切，父亲却连忙给她披上被单，告诉她那不可能。可是被否认的 B 宇宙丽丝却顿时激动不已。可是这一刻的马格斯看着女儿的情况也简直要崩溃。与此同时，身处 C 宇宙的 B 宙安娜也再次上演之前的情节，她连忙带着 C 宙的丽丝 就要出去寻找自己的 B 宙女儿丽丝，还告诉她他们要寻找另一个小木屋。 顺路，他还从杂物间带上了冷原子实验仪器。可是他们还没走出多远，C 宇宙戴着蓝色帽子的丽丝却想到什么脚步一顿，于是他连忙告诉母亲，人在难过时候会出现幻想，尤其是上过外太空的人。安娜却缓缓走近，告诉他：“我认为你说的很对，可是我认为你不是我的女儿。”丽丝却蒙圈了，她愤怒地质问他是谁。 What have you done to my mommy?
下一刻丽丝竟然转身逃离，而她的嘴里还大喊着妈妈疯了，自己要去找爸爸。与此同时，碧宇宙的丽丝久久不能入眠，她觉得自己看到的就是妈妈，而后一转身她觉得爸爸已经睡着，于是她戴上了大头帽转身再次出门。可是很快父亲马格斯也意识到什么，顿时清醒过来，看着打开的房门，他顿时意识到女儿又去找他被抛弃在太空站的妈妈，于是他连忙去追。可是很快碧宇宙的丽丝就在地上发现一个珠子，看过蝈蝈前几集解说的都知道那是 C 宇宙的丽丝留下的，紧接着他又发现一颗，而很快他就发现了那个被安娜和 C 宇宙丽丝丢下的冷原子实验仪器。而就在此时，与安娜闹翻的 C 宇宙的丽丝却在误打误撞之下来到了破败小木屋，意识到母亲说的可能是对的，他连忙告诉安娜，而一转头他才发现安娜没有跟来，于是他推门走入，可是却在这里发现一只死掉的猫咪。紧接着一抬头，他发现了墙上的画，那是一个扶手的天使。紧接着他看到了墙上的另一幅画，那是被抬着的魔鬼，而那幅画下面居然还有个录音机。他拿起录音机上楼，可是却在柜门上发现了自己的手链。而与此同时，B宇宙的丽丝也跟着沿途的珠子也来到了这里，而他也看到了窗户上 C 宇宙丽丝的手电筒光芒。就在他走入的时候，那只猫咪却是活的，这无疑对应了薛定谔的猫。 C 宇宙的丽丝打开是死的， B 宇宙的丽丝打开是活的，而他们没走入之前都有可能。紧接着 C 宇宙蓝帽子丽丝带着录音机来到了柜子里，而后他按下开关说 Alice, can you hear this?紧接着碧宇宙的丽丝也来到柜子前面，她记得妈妈是在这里发现自己的，可是一低头她却在柜子里发现了同样的录音机。下一刻她拿起录音机却听到一道声音，这无疑对应了蝈蝈拆解的本剧打游戏开挂的说法。此时的雪地上无疑即将汇集两个丽丝一个安娜，而他们也即将在 ABC 三个平行宇宙开始交集。由于接下来的剧情足以在悬疑科幻剧里封神，所以为了讲得透彻单独再开一集，一会就发请大家稍安勿躁。